好剩下了。今天来到宜兰呢，下了 一场大雨，所以很幸运的下午有位置，所以我们就进来喝下午茶喽，跟着我们的一群好朋友进来吃点心喽。它这里的甜点种类蛮多的哟，除了马卡龙啊，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柠檬塔、可丽露、生乳卷，然后一般我们常看到的一些蛋糕，算是种类真的蛮多的，不怕没得吃。小的穿廊，休息了吧？所以这边有名的就是羊，对不对？羊噜噜。好了，结束了。每次就要撂下。跟别人情深深怎样？节目效果啦。脸有一点那个黑黑的，就是前面这边，好可爱哟。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羊为什么长这样，可以看一下后面这里。哎呦，这个羊叫做瓦莱黑鼻羊，嘿，出生地。好，这样开场来，哇，这么难。奥地利还有捷克，它的原生产地是瑞士。寿命有多长呢？看一下，10至15岁。个性，每个个性都不同。温驯撒娇，哇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哇，它是靠过来的。哎，他会咬你手吧？对对对，好好，我还是算了，放弃。对，摸他屁股可以吧？开始，你摸这只屁股。他一直黏着我，你看这个人一直想，他想吃我的手。哎，这个毛就跟那个棉被里的毛一样的感觉耶。他们维护得很干净，很好。好可爱哟！进去吃东西。摸起来怎么感觉？软软的吗？不是，吓死我了！那是什么？很多水。很多水，因为外面是下雨。大阵仗。对，这台都是孩子。点餐就扫这个条码，扫完以后呢，就会有每日所有的点心在上面。比如说，他今天马卡龙有什么口味的？然后今日出了什么蛋糕都在上面哦，图片非常清楚，价钱也都写出来，就依照自己想吃的点就可以了。选择障碍了，又是一个可怕的时间，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才好？我想吃啊！还有面包型的枫糖小可颂、吐司，因为呢这里是有低消的哟，大人的低消是250元，小孩只要满6岁，每人都是低消200元。所以我们就凑一凑，这一桌大家要多少亲戚，我们就可以点出我们自己想要的食物。它就是面包味，好想点，但是怎么办？因为我们人数众多，大大小小加起来总共要点过2800元才能过它的全部低消。就你知道我们多厉害吗？我们点完后金额是2805，只多了5块钱呢。这也是不收服务费的哦，它就是一定要达到低消就可以，然后我就点了很多的蛋糕，很多的饮料。而且我们刚好原本要点吐司，他今天又没有了。吐司就没有，因为他今天要打烊，他只能捏到傍晚5点左右就打烊。难怪中午的人超多，下午的人就少，因为下午的选择也少了一点啊，就有位置喽。很幸运的进来吃，也是很开心啦。我们在餐厅上桌了哟，这是我们的巧克力娜娜喽，还有我们的帕玛森乳酪蛋糕，还有一个大阪千层。这一杯最特别呢，叫做芒果什么东西的云朵啊，云朵，对，是奶昔冰沙的样子哦，太棒了！来，我好饿，我的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好。可以吗？很软，对不对？好吃一个，这是我点的芒果云朵冰沙，它像喷泉一样一直往外面喷水。它上面这个是好像类似果
果粒硬硬的，它不是软的，然后做冰渣牛奶这样，蛮特别的啦。夏天来，如果天气很热的时候，点这个超棒的。焦糖玛奇朵，你拿在手上不会烫啊？冰的。这是马卡龙哎、欸！今天奢侈一下，一口60块的马卡龙，说实在也不小颗啦，还蛮大颗的，都快把你的脸压过去了，遮住了。旁边人都在笑我们，你看。观众，观众，请有观众的素养。对，而且我要讲哦，我不是故意演戏哦，我在家平常就是这样，我本色出演，无时无刻我都这样，对不对？是咬一口看一下谁咬谁，这马卡龙味道怎么样？硬硬的，硬硬的，那什么口味的？巧克力口味，他一看到就说要点。啊，你不是也要点？我不得已，我为了凑2800加了一个60块马卡龙，所以才刚好2805元，就差那一点。觉得黑露露咖啡，我觉得餐点表现都还不错，还算蛮好吃的。然后里面其实没有很多场景，但是就是拍起来很好玩，尤其旁边真的有那一些很可爱的羊跟他拍照，他一直没好像就跟你说我肚子饿那种感觉，真的很好玩啊，推荐给大家咯。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分享，也是 Family， 拜拜，订阅的话看起来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